你们两个住到八号地窝子去。你们两个就住到这趟。张文亮，往最里面走，走。高队长，这工作进度太慢了。哎呀，这个就够意思了。哎，厂长，你不是说着要来两万人的吗？分局领导说了，那两万人明天春天才能来。陈一鸣，陈一鸣。哎，厂长。陈一鸣，你们组的出行情况怎么样？三分之一的人出不来，走不动了。动员大家给家里写信，要粮票，要炒面。好。哎，刘厂长，这其他农场的人明年才能到呢，这七万多亩土地，就光靠我们这些人，怕租不成。那有什么办法？劳改局就是这么决定的嘛。哎呀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别傻，报告。
翻到啥呢？我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换点吃的，就剩下一条裤子、一件衬衫。换了吃的，不晓得明年夏天穿什么。老董啊，你想的还挺远的，还是想一下眼前怎么活吧。你狗日的，怎么又是这个了？啊，你不怕把你整死吗？ 石头，赶快石头！哦，你看阔气的很呐，还有个手表呢。 一块手表，也派不上什么用场，换不了几斤吃的。这是啥表上？拿来我看啊。这是个啥牌子的？浪琴。啥？浪琴。还有叫这个名字的表呢？ 咱收了起来。李长海，起来。走，你的离婚判决。老陈。赵队长。 这个是法院寄给你的判决书。那草籽不能吃，啊，那会胀死人的。是。
离婚？老子才不在乎呢！什么东西？起来了啊，打饭了。陈队长，哇，老陈，厂部有个决定，来传达一下。大家都听我说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困难，这困难只是暂时的。目前呢，粮食不够吃，农场领导决定，从今天开始，劳逸结合，你们就不出工了。但是不干活不等于让你们躺着不动弹啊，你们要找替代食品，搞小秋收，挖野菜，与草籽儿。今天的汤怎么这么稀啊，里边一点粮食都没有。哎，一天半斤的定量，汤里边能放多少粮食啊？
咋了？天地，你好吗？娃娃都乖吗？由于住址变动，好几个月没有。家中情况一点也不知道，我非常着急。首先，希望你接信后马上给我来个微信。其次，我来此地后就病倒了，现在拉痢疾也好，但人仍全身浮肿。上次10月29号曾给孩子写了一些，叫与你商量。
想办法给我记下补充的食品。我到家边过后，你曾经给我寄烟袋烟丝，我非常感激。现在我知道回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能念起兄弟之间的情感，援助我一把。不是，老夫的情况转告你二哥想想办法，同时希望他也给我来个信。兄魏玄，1960年11月15号，厂长，你叫我坐。吃了。现在人死的挡都挡不住，好些人都病着。党部决定成立几个病房，你到1号病房去当护理员。你是咱公安局的老同志了，你过去啊我也比较放心。再说病房里生着火，你搬过去住不是越暖和点吗？好。陈组长，你醒着没有？陆师傅，你是要解手吗？我刚尿过。陈组长，白天那么忙，晚上又不能休息，不熬坏了。睡一会儿，我坐着就行啊。陆师傅，你喝点水。我不喝，
要小便，我给你倒。在加鞭歌的时候，大家都夸你，你设计的那个马车又好用又好看，马拉着也不累。哎，我们到线上去拉货，大家都围着看。我的专业是土木建筑，可现在却成了义务派。哎，那你是怎么成了义务派的？市政协大明大放时，我提了个意见，我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不好，太狭隘，应该提全民专政，国家是全民的嘛。周同基死了，他老乡在旁边哭，我叫他走，他不走。别哭了，回去吧。这边递我的来集合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赵文良吗？你个怂在这儿呢，给我捆起来！我真的是老鼠肉！狗日的，没王法了啊！敢把死人挖出来，心肝肺煮着吃，吃了不止一个，好几个了。无法无天，魏顺，滚出来！谁让我吃人肉？刘厂长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，要拿出证据来。证据？当然有证据，有人检举。前天埋掉的王一屋被你们挖了出来，一条腿没了。腿没了，就算我没吃了。你狗日的嘴还硬！老子我告诉你，我盯了你们十几天了。你们几个装扮成挖老鼠洞，
天天往坟场跑，看看你们一个一个的，吃的肥头大耳的，一身贼肉，给我捆起来！你捆我，捆我，狗日的，老子三巴掌就擦下了根苗！狗日的，你怂又派，到了这儿还耍老革命姿势，我绕你嘴硬！站住！狗日的，走！狗日的，队长，出来！给我拉出去，关起来！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疼死我了！啊！站住！小李，小李，老童，你咋半夜不睡觉？你啥事情？我有一件事儿，想求你。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玄音又出现了，不能再等了，我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你。想老婆想疯了。其实我求你的事情也不是特别难，被子把我卷起来，就放在地窝子最里面的地方，就是那边。你们放上几天，等我爱人来了以后，告诉他，让他想办法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。以前都是在上海的医院工作的，是我一心要支援大西北，到兰州来，当时我爱人，我父
为我岳父岳母他们都劝我，我真后悔没听他们的话。我求你，求求你帮帮我这个忙，我不想把自己埋在这儿。老总，你别说了，我真是那样，我答应你，等我回去睡觉吧，尽量少想这些事。在地窝子里放上三四天，如果我爱人还没有来，你们就把我抬出去埋了吧，否则的话会发臭太脏了。张教授，老董死了。有没有？你们怎么看的？这不是死人吗？你们这帮哈怂，人死了不抬出去，藏着干什么？夜里把病号都叫起来，让大家坐着说说话，不要让他们睡觉，等到白天再睡啊。夜里不叫人睡觉能行吗？咱农场死了的人都是晚上睡着后死的。
病房有啥事儿你就喊我啊。来来来，大家坐起来，能起来的都起来。张立伟，你先说。那我先说吧。咱们厂有个人偷了张眼皮，在火上把毛燎得光光的。羊皮烤成硬片片，掰着吃是又香又脆。在下因为兰州月饼楼的烤鸭香啊，又脆又嫩，还有股梨木的清香味儿呀。怎么烤鸭不烤鸭？我就觉得红烧肉是最香的。对，对对，我家每年都杀一头猪，年年都是白菜炖肉，还从来没吃过红烧肉。你还是地主分子，连红烧肉都没吃过，怎么把你斗成地主了？土改工作队也真是瞎了眼了。大家可要注意了，有些人对土改不满，发泄不满情绪着呢。算了算了，欢迎欢迎。你不要忘了，你现在不是县长，你也是劳改分子。你说别人是发泄不满情绪，你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些过分？老李，你既然这么革命，咋把你也送到夹边沟来了？为啥还给你戴了个右倾反动分子的帽子？冤枉，冤枉，我是冤枉的呀！那是有人陷害我的呀！上级，上级不了解情况，我对上级是忠诚的。你冤枉了，那这些人都不冤枉，就活该判刑劳改。你告这个，揭发那个，你呀，你是表现给领导看的，是想踩着别人的肩膀走出去。我跟你说吧，你走不出去了，大家谁都走不出去了。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南病房门口查
藏的是张继兴的尸体，矮的是周永泉，留分头的是王景超的尸体，你别把他们的名字搞混了。记住了。董建义是住这儿吗？是住这儿。他不在呀。坐吧。你先坐下。你是顾大姐吧？我是董建义的爱人。你是叫李明翰吗？对。是李大哥呀。老董前些天来信说，我来了，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，就叫我找你。老董的信上说，他要调个地方，让我能来就来一趟。我想前几次都是去的夹边沟，明水这边还真没有来过。李大哥，老董是调走了吗？嗯，
出去了。坐吧，你先坐下。每过三两个月，你都从上海来看他一趟。上海到这里多不容易啊，五六天才能到吧。老董干什么去了？他几点钟能回来？顾大姐，老董的事我想详细跟您谈谈。听了我的话，可别太伤心。老董走了，走了七八天了。死的时候没有痛苦，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，用他的被子裹好，拉到坟地里埋葬了。老董的遗物让农场管教科拿走了，要是想拿回去，就去找他们吧。这些东西你们大家分着吃了吧。
客气了。李大哥，那你带我到老董的坟上去看一看。荒滩上到处都是坟，乱七八糟的。老董的坟怕找不到。怎么找不到？到城部去找管教科，埋人的事是他们管，他们就应该知道埋在哪里。老李，你他妈的真不是个东西。魏生，你骂我干什么？我惹着你了？他妈的真不是个好孙子。人家老董行哭哭啼啼的求你，你不说实话，埋老董的那天你不是跟着去了吗？闭上你的臭嘴。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，我就怕你多嘴惹事儿。你胡扯。前几天经过坟地，看见老董的尸体被人光溜溜的扔在荒滩上，正叫人扒走了，被子也不见了。有这事儿？那肯定是让人家把衣服扒去换吃的了。更糟的是，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搬走了，小腿肚子那儿还刮了几刀。我是董建义的家属，
我来问一问，他是不是真的已经去世了？我给你查一下。董建义确实已经死了七八天了。那你知道董建义埋在哪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只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。坟上有墓碑吗？哪他有墓碑呢？身上挂着个木牌牌，上面写着姓名和死亡日期。哪有你们这样做事的？你们这不是伤天害理吗？快收拾东西回上海吧！你们要是给我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，我就不走了。不走了？不走了好啊！我这地窝子有的是，我给你安排一个，你住下。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？你问我。你问我单位干什么？给你单位领导写信，让你们单位保卫科的人来领你回去。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，男人思想反动，劳动教养，哎，你不跟他划清界限，反而跑到这儿来胡闹，你这是立场问题，你是在向政府示威，在向无产阶级专制示威。今天晚上你就凑合着在这儿住一夜，明天早上赶火车回上海去吧。就在我铺上睡吧，我找个地方睡去，可别嫌我被褥脏。起来，上里边睡去。
先别动，吃完饭再说吧。
菜团子吃了就睡觉吧。明天早上回家去，再不要折腾我们了。小李大哥，你借我个铁锨吧。我昨天都看过了，你放心，我挖过的坟会再埋好。到底要干什么？顾大姐，吃吧，你吃了点东西吧。你吃完，我领你去找老董。
是不是憋死过去了？人是没气了，快拉起来！这么早就出来，没人看见吗？没有。我跟陈玉明说，要他
就寝，去明水火车站，晚上9点钟有一趟去兰州的客车。还认不出我是你师父，你要真把我当成你师父，你就听我的话，走，你快走。躺着，我给你把大衣盖上，暖和些。师母，你躺下，你躺着，我给你盖上暖和些。我年轻不怕冷，你在这儿躺着不动会冻死的。师母，你就听徒弟一句话。要不我就真不走了。
陈一鸣，老红源跑到哪去了？赵队长，我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。你简直是胡秋说！这是常有的事。人到临死前，回光返照，突然来了精神。我想。他连200公尺都跑不出去。你们给我都听着，罗红元逃不走。我们已经向博银公安局，还有罗红元东北老家的公安局，发了公函，缉拿逃犯罗红元，过几天就能抓着回来。以后，咱要是再有人知情不报。我非把他狗日的捆起来不可！散会。偿命，给这个李队长吃啊！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个李队长，我可怜他，我给了他一块牛肉。他问我，你的牛肉是从哪儿来的？我说偷来的。他说，你偷来的牛肉，我不吃。我告你去！结果开大会批斗我，还捆了我一绳子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今天把羊都宰了，给大家改善伙食，增加营养。西北局兰州会议已经开过了，大家的问题马上就会得到解决，希望大家坚持住，把身体保护好。我们正在联系火车，过两天呢就送大家回家去。老陈，你起来了。你有什么事？我找你有事，咱们出去说吧。
老陈，农场已经做了安排，让部分身体好的同志坐明天的火车回家去，你呢就不要走了，留下来吧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还接着劳改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留在这儿干，我要用你。一定要留下吗？不，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。现在呢，有的病号还走不了，得等他们把病养好了才能回去，要不死在火车上怎么办？再者说了，这些人走了还要来人，这农场还要办，马上就要开春了，要种地没人怎么能行呢？老陈，你放心，你留下来我会照顾你的，我会让你的结局比走了的这些人要好。现在让他们回去是组织上不得已而采取的临时措施，人死得太多了，让他们回去是把命保住，等这阵饥荒过后还是有派。你怎么安排我呢？这将来的事情很难说，走着看吧。陈组长，你看，魏长海的衣服和被子全叫其他人拿走了，你说咋办？算了算了，就让他们拿到外面村子换点吃的吧。活人总比死人重要。
自儿郎，欢欢落落。